女儿溜完本体溜。这边我们来把明海杀的实战，上一把女儿还没有招出来就过了，我们先把她给放到另一边去。她在那个教堂里面，如果你们出生在这个空地的话，这监管者在教堂里面。我去，这不是邦邦吗？嘿嘿嘿，我在这。别找了，我在这。哈哈哈。女儿六鬼，挺好的。我们尽量不要往本体那边带。哈，就你还能夹住我？这距离直接放2秒，应该炸不到吧？但是也不算亏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就在这待着。要木屋这个位置挺好的，监管者要远路的，看到没有？他要往里边走，我们往外边走。他要一圈过来，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翻窗，然后去教堂里面。哦，这雷还可以，差点丢得挺准的。我们等会看一下有没有封窗吧。哦哟，有封窗，这边有提示啊。末有地下室，我们得走。我们去中推吧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个什么？为什么是皇冠？这个是那个色盲模式，可以调的。这个可以调。可以到试制里面去调那个画质，等会我教一下你们哈。等我上瘾之后，但是我感觉我上不了椅子。好，我现在教一下你们哈。这边有个画质，拉到最底下有一个视觉无障碍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调成这个蓝色盲就可以改了。这边是可以改的，绿的、蓝的、黄的。还行哎，看，这就是想长好不？他闪现交过了，问题不大。哦，咒术师，你要去了，把个女儿放在这里。哎，他没追咒术师啊，完了呀！不过他也不打女儿。等我一个翻窗加速，直接奔向那个小门。这邦邦没有一刀斩的，他没一刀斩的话走路会很慢。他没带挽留的话，他没有那个移速加成。我们直接冲就好了。不要太想我哦。哈哈。